早上的浅草，超漂亮。40到50岁男性会员目前会员。看一下对面的妈妈，现在已经看不到妈妈的身影了，斜坡，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她明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但是走得很快。 Today is Saturday. People want people. 我觉得上面有公园气息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有公园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跟着人潮走，人潮是不会错的吧。他的扶手可爱。清水观音堂附近其实已经有一些樱花已经开了。叫做多清的地方，其实它就是很像杂货感或者是大润发全联那类的东西，但它真的非常的多层，这只是其中一楼的一层而已。你要回头来说一下为什么会选今天这家店吗？什么？为什么会选今天这家店？ CP 值很高。妈妈说 CP 值很高。好好啊。像看起来好像还好，但其实它非常的大。这么大？我觉得看起来不错。他这边卖的很多文具都很漂亮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家。刚结束晴空塔的行程，现在妈说还要走回去，时间大概是25分钟吧。好冷，超冷。点心时间，罗森的泡芙。